照片素描效果简单 ，Ctrl 加 J 复制一层 ，Ctrl Shift 加 U 去色，然后再次 Ctrl 加 J 复制一层，把它的图层模式更改为颜色简单 ，Ctrl 加 I 反向执行滤镜，其他最小值半径我们设置为2，确定双击图层调出图层样式，按住 Alt 键滑动下一图层的小三角，数值在90左右，确定给这个图层添加一个图层蒙版。执行滤镜杂色，添加杂色，数量设置在100%，确定。再次执行滤镜模糊，动感模糊，角度设置在70，距离在40左右，确定。Ctrl Alt Shift 加 E 干预一个图章，把图层模式更改为正片叠底，降低一下图层的不透明度。搞定了，前后对比。